日本两个月痛失四个演员，三浦春马、竹内结子合照成绝像。内蒙之后，云南也现鼠疫，官方称有三岁儿童疑似感染。美国 CIA 反情报部门前主管欧尔森保守估计，每时每刻都有100多名中共间谍在纽约行动。白俄罗斯再现大规模示威，数万人上街要总统下台。